今天要给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大鸡》，它的副标题叫做《抗生素如何改变了现代农业和全世界的吃饭方式》。这本书呢是二零一七年九月新出版的一个外版书，目前还没有中文版。它的话题应该说是这几年中国人非常关注的，就是关于食品当中的抗生素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也经常会听到一些危言耸听哈，比如说吃了什么打过激素的鸡，然后孩子就发育早熟啦。 或者女的出现一些男性的性征了，但是对于这些说法的真假，其实很难辨认，而且对于普通公众，我们也很难有机会真正严谨科学的去搞清楚抗生素到底是怎么进入到食品当中的，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没有负面影响？如果有的话，这个影响它到底有多大？有哪些？而且到底谁应该为今天抗生素泛滥来负责？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关心的，现在面对食品抗生素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呢？那么就这一系列的问题，今天这本书啊，应该说是围绕食品抗生素做了最有时效性，也是很有权威性的剖析。这本书的出版方是科学根基很扎实的美国国家地理协会，而且啊是二零一七年亚马逊还有连线杂志都推荐的科学类最佳畅销书。 为什么我觉得这本书比起平日里朋友圈里面刷到的内容更加靠谱呢？我给大家讲个细节哈，就这本书洋洋洒洒厚达四百页，其中将近一百页，也就是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对文章内容的来源做的注释。所以说呀，作者是下了功夫，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那这本书的作者 Marie McKenna 叫玛丽安·麦肯纳，是一位资深的独立调查记者，多次获奖。 关键，他长期关注的领域就是公共食品安全和食品政策问题。为了写这本书，他花了十几年时间对美国的家禽业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走访。所以这本书推出以后啊，在美国广受关注，包括像《华尔街日报》还有很多医学界的大咖在内都做了大力推荐。所以今天我们就从三个部分来吃透这本四百页的大部头啊，来吃鸡。 简单来讲，就是透过美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肉类鸡肉，来看看抗生素使用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我们先从昨天说起啊，就是看抗生素是如何进入到家禽这个行业的。这里首先要跟大家弄清楚一个概念，就是抗生素这个东西的使用，很多人以为是为了避免鸡得病，但其实不是的，或者说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这头，而是为了让鸡长得更快、更大只。 所以，你可以把这里讲的抗生素理解成是生长激素，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把抗生素当成激素来给鸡使用呢？那要回答这个问题，这本书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一个历史人物，叫做托马斯·朱克斯。这个朱克斯啊，显然不是像什么爱迪生呀、弗兰明啊这些大发明家、大科学家那么名气大，但是他对于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小。 因为他就是抗生素养鸡之父。我们先交代一下他的生平。这个朱克斯是一个英国人，十七岁的时候就离家打拼啊，先是漂洋过海到了加拿大，在农场和工厂打工，等凑足学费以后呢，又申请进了大学，然后就一路读，一路读到了多伦多大学的这个生化学博士。后来呢，他就移民到了美国，先是进入到了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后来又加入一家制药企业，成为一位知名的农业专家。 那从一九三零年代开始，朱克斯就开始进行一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课题研究：应该在鸡饲料当中加入哪种维生素才能够让这只鸡长得更好？今天我们当然已经知道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也知道分别吃这些维生素有什么效果。但是要知道，在八十多年前，我们对这些营养物质其实了解还所知甚少，甚至啊都还没有发现出来呢。所以，这其实是一项漫长而艰苦的研究。 甚至很有意思的是哈，我在书中读到，朱克斯博士在研究的过程当中，鸡饲料这块没产生什么进展，反倒顺道干成了很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像是叶酸，我们今天都知道孕妇要吃叶酸，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胎儿的死亡风险，而最早的人工合成叶酸就是朱克斯和他的同事研制出来的。还有一个东西，我们今天叫做氨甲蝶呤，这也是朱克斯搞出来的。 后来成为了全世界最早的用于癌症治疗的化疗药物。不过，朱克斯博士这么兜兜转转一圈，差不多有十来年时间，始终没有在他的主业，也就是基饲疗上面有所突破。所以，这个科学研究啊，很多时候也是要靠运气的，甚至很多时候就是你要误打误撞能撞上。但是，你想，谁会轻易想到从抗生素这个东西里面找到维生素来呢？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灵感突然降临。 不是朱克斯，而是朱克斯所在制药公司的一个竞争对手突然跳出来宣布说，他们发现了能够让鸡长得更好的物质。这个物质被命名为维生素 B 十二。但关键是啊，这个 B 十二的发现是在制取一种叫做链霉素的抗生素时意外发现的。这个链霉素顾名思义啊，最早就是从土壤里面的链霉菌当中提取出来的。 那这家公司就发现，在提炼链霉素这个玩意儿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种副产品可以让鸡的长势特别好。那么他们就把这种营养素的名字命名为维生素 B 十二。那这个发现对朱博士一下子就有了启发，他就想到啊，既然链霉素可以生产维生素 B 十二，那我们公司的另外一种抗生素叫做金霉素啊，这个金就是金银铜铁的金哈、啊，这个金霉素能不能也产生维生素呢？ 而且啊，还不用像链霉素那样，还要在提取的过程当中产生 B 十二。这个金霉素能不能直接让鸡吃下去就产生 B 十二呢？于是，一项有历史意义的实验就此开始啊。我们给大家讲的详细一点哈，就这位博士先是从市场上买回来几只鸡，然后呢，给他们饿肚子，一直把这些鸡饿到营养都不良了，然后再让他们交配下蛋，再通过孵化器把小鸡给孵出来。 这样孵出来的鸡，从小也就是营养不良的。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做实验的时候可以更好的观察外部营养对它们的影响啊。就反正大家都先天营养不良，那之后长怎么样，全看后天喂养情况了。那么他就把这些孵出来的鸡大概分了这么四组，一组呢是对照组啊，基本上正常饲养，没有特别的营养补充。一组呢是加上了肝脏提取物，这是一种天然的维生素 B 十二的来源。 不过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 B 十二的来源特别贵啊，因为又是肝脏又要提取，成本太高。第三组是他们竞争对手的链霉素，那第四组就是朱博士用他们自家的精霉素了。结果就这样哈，把这些鸡讲了二十五天，到了一九四八年的圣诞节，这注定是改写人类饮食历史的一天。朱克斯他放弃了圣诞假期。 专门跑到离曼哈顿二十英里的实验室来看这些鸡的长势，结果他就发现，正常饲养的那些鸡基本上全都死掉了，因为先天营养不足嘛。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三只呢，重量只有一百来克。而在剩下的这些鸡当中，吃了肝脏提取物和用链霉素提取的 B 十二的这两组长势都很不错，尤其是吃了肝脏提取物的那组，重量最高的达到了二百一十六克，但是。 最重要的是第四组，也就是吃了精霉素的这些鸡，朱博士就发现，他们的体重甚至比顿顿都吃肝脏的鸡还要重，最重的达到了二百二十七克，这就相当于是营养不良组的两倍啊！而且比起竞争对手的产品喂养出来的重量还提高了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朱克斯不仅确认了让鸡能快速生长的要素就是维生素 B 十二。 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找到了一种可以非常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喂他们吃抗生素。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各位一点哦，其实朱克斯的这个发现最厉害的地方，并不是说他做了多么开创性的发现，比如维生素 B 十二的发现者并不是他，而是说呢，他找到了一种能够让 B 十二实现大规模商用的方法，就是使用抗生素。这一点太重要了哈。 就是一个东西从无到有，靠的是从实验室里能不能做出来；但是从做出来到能不能投向市场，能够让大多数人能够使用它，靠的则是两个字：成本。那么，把抗生素加进饲料里来喂鸡，它的最大一个优点其实就是成本低廉。这个成本能够便宜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前面实验当中提到那鸡啊，长到刚才说那么大只，只需要六十克金霉素。 这只相当于花费两片面包或者一个鸡蛋的价格呀，这就是说，养鸡的人只需要增加一个鸡蛋的成本，就可以让鸡的重量至少翻一倍。那这对于整个养鸡行业来说，绝对是一个改天换地的大事件。因为在这个之前，养鸡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正儿八经的行业啊，千百年来，顶多就是农民伯伯的一个副业嘛，啊，就是在这个农田边上养群鸡，然后可以收点肉和蛋。 那之所以养鸡根本没办法成为一个行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饲料贵。在二战的时候啊，因为前线的鸡肉需求量大了，所以养殖户就琢磨怎么能降低成本。比如他们曾经尝试过呀、啊，把这个饲料里这个维生素含量丰富的海鲜，其实就是烂鱼烂虾，换掉换成更加便宜的大豆。结果呢，就发现吃大豆的鸡发育变得不好，生出来的蛋壳又薄，不容易孵出小鸡来。于是又只有换回原来的饲料。 所以，简单的来说，养鸡之所以千百年来不能成为一个大的行业，原因就一个，吃的太贵了。而朱克斯博士的发明可以说恰恰就解决了这个最大的行业痛点，从而为家禽业找到了真正便宜又有效的灵丹妙药。所以，当时当朱克斯所在的药厂开始四处推广他们家的这种金霉素时，就有媒体，包括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严肃媒体，都把它称之为是神药。 注意哈，这种媒体的吹捧在当时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实验药从研发出来到上市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审批，而这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美国食品药品局，英文缩写 FDA。但是在当时，由于抗生素的神话还没有散去，科学家们没有发现抗生素的使用对人类有什么特别负面的影响，再加之考虑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经济效益，连《纽约时报》都报了吗？所以。 FDA 基本上就对其大开绿灯。按照这本书里面的介绍，哈，比如在一九五一年，FDA 在没有进行任何公示，也没有举行任何听证会的情况下，就批准了金霉素以及其他五种用于饲料当中的抗生素，并且在当时 FDA 的批文里面还有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说 FDA 之所以批得这么痛快，是因为觉得如果这事儿继续拖下去的话，简直就是对抗公共利益，所以。 我们小结一下这部分，之所以抗生素可以这么快地进入市场，改写家禽行业的历史，就是因为第一，当时没有发现它对人体健康有特别大的副作用；第二，就是它可以极大地提高家禽的体重，缩短生产周期，从而降低成本，扩大规模。那么接下来，在抗生素刚刚用在家禽饲料里这几年，应该说呀，它是非常风光。 不仅没有像现在这样刻意低调，甚至避之不及，而且在当时简直就是高调到不行啊！比如1950年代的报纸和杂志广告里面，养殖商们专门生造出一个新词，叫做 “acronized”，这是一个你在词典里都翻不到的词，意思呢就是打过金霉素的。当时很有意思啊，商家们会专门在广告里面强调：“我们这可不是普通的鸡哦，我们这可是打过抗生素的鸡。” 你想这种话放在今天，你听起来就觉得很滑稽哈，就像我们现在说我们的鸡都是土鸡啊，走地鸡，没有打过抗生素的鸡。但那个时候完全是反过来的啊，生怕顾客不知道你的鸡打过抗生素，因为商家们宣称啊，这种鸡它不会携带病菌，所以吃起来以后会很健康，而且呢，关键还比传统的鸡更大只、更便宜。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人开始拼命买这种鸡来吃。 原来美国人吃牛肉，现在都改吃鸡肉了。我从这本书里面还找到了一项数据，就刚刚说到，美国人其实以前吃的最多的肉类并不是鸡，而是牛肉和猪肉。在一九六零年，平均一个美国人吃掉的鸡肉只有二十八磅，算下来一个月顶多就两斤鸡。但是到了二零一六年，这个数字啊已经涨了三倍都不止，一个美国人一个月就要吃掉七斤鸡肉。 鸡已经成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消费量最大的肉类，而这背后的原因毫无疑问是抗生素，也就是生长激素带来的价廉肉多。而且抗生素不仅用在鸡的身上，很快像猪、牛都大量的使用，甚至到了六零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国家疾控中心在超市卖的牛奶里面超过十分之一都检测出了抗生素。 甚至啊，这些抗生素有的已经高到什么程度呢？已经高到了药物标准，就是你喝的其实都不是牛奶了，你喝的就是抗生素。但是，几乎就是从抗生素开始用于家禽业之日起，围绕着它的争议就开始了。这一点，我觉得要跟各位啊做一个实事求是的澄清。尽管现在关于打了激素的肉吃下去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是实事求是的讲，这当中很多都是缺乏科学证实的演绎。不过，在过去几十年，抗生素机有一条罪证，那是被坐实了的，那就是抗药性。这个概念放在现在可以算是常识了，大家都知道，病菌和抗生素之间其实就是魔与道的关系。抗生素用的多了，病菌就会变异，并且在变异后产生耐药性，然后表现在临床上就是抗生素的治疗效果就会打折扣，甚至可能会失效。 那么，在过去几十年，过不了几年就会有一种抗生素宣告失效。但是，关于抗生素使用带来的抗药性，或者叫耐药性，在它刚刚被用在肌肉行业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还有一些专家冒出一些歪理来。比如，朱克斯博士本人当时就是这么说的：他认为啊，细菌因为抗生素的使用而形成耐药性，而这恰恰是鸡能够长得好、长得快的原因。 为什么呢？因为鸡小肠里面的细菌其实是帮助吸收营养的。如果这些细菌被抗生素杀死了，那么它们就没办法吸收营养了，鸡也就挂掉了呀。相反，他认为就是因为使用抗生素以后，鸡的肠胃里面的细菌有了抗药性，然后细菌更加蓬勃的繁殖，才使得鸡的生长更快更好。不过，这种说法显然不合常识。 因为他等于就是在讲说，细菌越多，我越强壮嘛。几年以后啊，连博士自己都觉得这种说法不合逻辑。不过他紧接着又给出了另外一套说辞，就是觉得在养鸡时加入抗生素的做法，其实有一个内在的安全阀机制。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抗生素使用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由于鸡体内的细菌对其产生了抗药性，那么抗生素自然就不起作用了。 这样一来，鸡就停止生长了。接下来，养殖户自然就会放弃使用这种已经失效了的抗生素。说白了，就是抗生素到了没有用的时候，你反正不用就是了嘛。这样安全性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朱博士恐怕没有想到的一点是，抗生素对动物的影响啊，即便是停药以后，照样会有用。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停用抗生素以后，这些鸡照样还会继续生长。 根本停不下来，但是后面我们还会讲到更多的例子啊，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终于开始慢慢的意识到，这抗生素啊，我们是不是用的有点太过了？但是从七十年代开始，欧洲和美国在对待抗生素使用的问题上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我们先来说说欧洲，特别是英国，从六零年代以后开始啊，英国社会就开始掀起一股对现代农业的反思。 这不愧是英国人哈，特别向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那在当时，一位动物福利人士叫做 Ruth Harrison，他写了一本曝光农业工厂化的书，叫做《动物机器》，在英国引发了轰动。这本书与美国作家 Rachel Carson 写的反思现代化对环境影响的那本名著《寂静的春天》相呼应，被称作是英国版的《寂静的春天》，在英国社会引发轰动。 再后来，在一九六七年的时候，英国接连发生了几场瘟疫，特别是一场口蹄疫的流行，导致全国一半的牛、羊、猪被屠宰清理，一半啊，各位，英国屠宰业为此可以说是损失惨重。于是，英国社会强烈要求要对于这种工业化的一味追求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要进行反思。于是，在瘟疫过后，英国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 委员会的主席是分子生物学家 Michael s w a n 这个人当时是爱丁堡大学的副校长，后来还担任了英国 BBC 的总监。那么，在这个 Swann 领导下的委员会啊，当时做了非常科学、独立的调查，就肉类的生产方式，采纳了三十五位科学家和五十八位政府实验室、制药企业、工会代表的证词。最后，他们在一九六九年拿出一个重磅报告，史称“斯万报告”。 在当中，委员会就非常明确地提到了生长素啊，其实就是抗生素嘛，是有问题的，并且明确建议应该要终止使用这样的抗生素。用报告当中的原文来讲，就是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认定，在动物饲料中添加抗生素会产生大量的耐药性有机物，并且这些耐药有机物很可能会传染给人。 注意这里的措辞哈，耐药有机物啊，其实主要指的就是细菌嘛。说很可能传染给人，那就是严谨的来讲，这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证明说这些耐药细菌一定会影响到人。但是英国议会最终还是接受了四万报告的观点，在一九七一年的时候，把这当中的建议落实成了立法，说抗生素的使用只能用于预防这个鸡鸭牛羊生病，而不能用来当成生长激素。 而且这个剂量也要严格的限制，而且啊，这份四万报告的影响力还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在这之前，美国人对抗生素的使用虽然也是关注的，但是主要局限在专业人士的领域。但在海那边，英国人的报告拿出来以后啊，美国社会也受到了触动。美国食药局也就前面讲过的 FDA 也为此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并且在1972年，也就过了一年的时候啊，拿出了跟英国那边差不多的结论。 建议说，对已经有的、已经投入使用的抗生素，需要在兽医的指导下谨慎的使用；而新的抗生素则不能用在农业使用。但是，类似的报告却在美国这头引发了不同的反响，特别是这个畜牧家禽业者，这份建议要是通过呀，那简直就是要了他们的命啊！ 于是反响很激烈，纷纷到国会里面去上访，用各种方法去游说议员，要阻止 FDA 的这一立法建议的通过。那么这场 FDA 和农牧业者之间这场立法拉锯战，从七十年代开始啊，一直胶着了二十多年。这当中一个重要人物起到了关键作用，叫做 j a m m y Witten，也就是众议院的一位议员。这位 Witten 我们翻译叫做惠顿吧。 惠顿议员当时呢有一个非常要害的身份，就是主管众议院里面给 FDA 批经费的机构，所以当时惠顿议员就代表各大畜牧业者去跟 FDA 讨价还价啊，就是你在抗生素使用的问题上放我一马，我就保证不砍你 FDA 的经费，甚至可以给你加钱。所以后来大家就达成了一项协议，惠顿呢还特别在跟 FDA 的这项协议里面加了一个补充协议。 就说，除非能够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在饲料里的抗生素对人体产生了负面影响，那 FDA 将不可以再提出禁止使用这些抗生素的决定。于是，从70年代一直到惠顿去世的1995年，二十年间，美国饲料中的抗生素使用基本上没有像欧洲那样受限。所以啊，各位，我们来小结一下。 其实，欧洲和美国在抗生素使用问题上的分歧，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就是在科学家们已经证实饲料里的抗生素可能会影响到人体健康的时候，欧洲是宁可信其有，而美国是宁可信其无。但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到了八零年代，美国出现了病例，证实动物体内的耐药性病菌是可以传给人类的。 此后，这样类似的病例不断的出现。到二零一三年，美国出现了最大规模的沙门氏菌的传染，显示就是这些病菌从生肉开始进入人体，并且致病性和耐药性都非常的强。强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其实沙门氏菌啊，原本也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病菌，而且我们人类一般情况下身体是有自愈能力的，对病菌也是有抵抗力的。像是沙门氏菌引发的腹泻。 那你吃点止泻药啊，或者把肚子拉干净就好了嘛。所以一百个人染上沙门氏菌，只有一个人最后需要上医院。但是美国和英国现在已经出现一种沙门氏菌的变种，光是家里吃药已经不怎么管用了。每三个感染者就有一个需要送医，而且这种变种后的沙门氏菌对各种抗生素已经刀枪不入。美国二零一三年的那场殃及数百人的短期流行就说明这一点。 目前呢，对于这种沙门氏菌的变体，只有唯一一种抗生素还管用，就是环丙沙星。各位可以想象哈，如果某一天连人类最后的抗生素也宣告失守，那么即便是这种小儿科的病菌，也可能会要了全人类的命啊！所以在面临这样的严峻形势之下，特别是出现一波又一波耐药性倍增的病菌流行的病例以后。 即便是之前一直为饲料中使用抗生素辩护的美国，终于也坐不住了。一九九八年，美国科学院下面的一个全国调查委员会，在经历六年的调查后，终于拿出了一份长达二百五十三页的报告，认定说：啊，我在这里引述原话哈，说在动物中使用抗生素和导致动物体内产生有抗药性的病菌之间具有可证实的联系。 并且这种有抗药性的病菌被证实还会传染给人体，所以在两千年年底，在 FDA 提出禁用抗生素方案被搁置二十三年以后，这家机构终于决定，凭着手里面最新的证据，要重新争取立法通过，禁止在饲料中使用一种名叫氟喹诺酮的抗生素作为生长激素。但是这仅仅是 N 种被当作激素来使用的抗生素之一啊。 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用于动物的抗生素达到六点三万吨，比人类使用的抗生素还要多。而且，即便是在抗生素使用受到限制甚至禁止之后，它带来的影响依然是广泛存在的。我举个可能让人感到惊讶的例子哈，像是二零一一年，北欧国家丹麦，监管人员就在他们的国产机身上发现了大肠杆菌。 而且这种大肠杆菌的厉害之处在于对头孢类抗生素具有抗药性，但是丹麦的养鸡商已经至少十年没有再使用头孢类药物了呀，连其他抗生素都用量极小极小，那么怎么还是会搞出来抗药性这么强的细菌呢？于是他们想到要不要去追溯这只鸡的来源，结果就发现这些品种的鸡都是从瑞典引进的，但问题就在于跟丹麦一样。 瑞典也早就没有在养鸡的时候使用抗生素啊，于是他们就继续查啊，一直查到这个瑞典鸡的上一辈，也就是用来交配改良的鸡当中，有一种来自苏格兰，而苏格兰是允许养鸡场使用头孢类抗生素的，所以这就让研究人员都觉得可怕了。就是这种大肠杆菌的抗药性，它一旦形成就可以代代相传，而且它们还会像幽灵一样一直跟着这些动物。 哪怕你想经过了这么多代的改良，早就不使用抗生素了，像是丹麦鸡、瑞典鸡这样，我照样可以感染到你。这就是说，在饲料里面加抗生素的事情，虽然现在一些国家已经不用了，但是它带来的病菌耐药性、抗药性问题不会因此停止，还可能会延续很久很久。至此，这本书的核心部分我们给各位讲到这里。 最后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在抗生素负面效用已经很明确的今天，我们的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办？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也给我们提出了几个做得不错的国家来做范例。我在这里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一个是荷兰，荷兰的做法就是严格限制抗生素在农牧业当中的使用，不仅只允许出于防疫疾病而使用，而且要精确到克。 啊，就你一个养殖商，每年养了多少鸡，用了多少抗生素，都必须严格记录在册。如果出现违规，就可能会被重罚，甚至被吊销执照。还有一个好的例子就是法国，法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啊，就是一个东西，他未必买最便宜的，而是买有品质的。这是因为法国人觉得啊，用抗生素养出来的鸡肉质松软，不如他们的土鸡好吃。 而且法国人还专门推出一个红标签工程，就是用更加科学的方法给饲养的鸡以更好的待遇，比如让它住得更宽敞呀，吃的也是不含抗生素的饲料呀。所以法国鸡往往比美国鸡更好吃，就是这个原因。实际上啊，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也指出，随着时代更迭，人们对待有机食品的态度也正在改变。 比如在美国，这个抗生素鸡的天堂啊，从政府到民间，美国人的观念现在也在变革。比如从2017年开始，美国已经禁止在饲养鸡当中使用生长素，也就是抗生素了。而在市场上，亚马逊在17年重金买下的 Whole Foods 就是一家主打有机食品的鸡，并且在美国已经开了近300家了。我想，当我们通过本书了解到抗生素在食品当中使用的历史。 以及不同国家在应对时不同的态度时，作为大洋这一头的中国人，我们应该感到的是一点确信和一丝坚定。应该确信的是，我们有和法国人一样的观念，相信土鸡走地鸡比起那些饲料鸡更有价值。而我们应该坚定的是在食品安全上的态度。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健康饮食、绿色生活。最后，感谢你的聆听，我是林伯虎。 大基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明天见。